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岸，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是《魔镜物语》。好，那旭哥今天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 bug 啊，算是旭哥独家发现，就是这个旭哥只登录第一天而已，所以只领了钻石。那我们第二天这个五星还不能领。然后旭哥已经去抽了200抽，没想到呢，后来还可以再抽200抽，他可能出现一个 bug， 导致旭哥已经拿了这个5只五星了。然后后来又再拿到2只五星，而且重点是有拿到这个 T 0的神奶，这个神话级的女仆苏菲啊，算是一个 bug。那详细的过程旭哥分享给大家，还有这个最多组的礼包嘛，还有详细的这个兑换教学攻略，真的非常爽，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利用这个 bug， 等于是说你第一天就可以刷400抽了，很重要。好，还没订阅频道呢，记得订阅频道，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那频道有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还有礼包码、礼品码兑换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那旭哥好像发现一个 bug， 就是这个1000你一抽啊，刚刚旭哥已经抽过200抽了，不过他后来又可以再抽了，就是旭哥已经拿到5只五星嘛，上一集攻略就是已经抽了200多抽，没想到他又可以再抽了，好像是一个 bug。 那旭哥就利用这个 bug 分享给大家，这个可以算是无限抽啊，就是200抽之后又可以再200抽啊，超爽。那旭哥就直接利用一下吧，既然有这个 bug 就多多利用。好，那前面有这个五星，这蛮有趣的，就是应该是一个设计上的问题，所以等于是说多赚了这个，又再多赚200抽，等于说开局就直接拿了400抽了。这个放弃掉，那基本上要有3只 SSR 才可以，2只哦，可以保存。替换掉，所以这个 bug 还蛮有趣的，分享给大家，算是可以无限刷的秘技。让我来把他们都拍扁了。把这个替换掉好了。这一次的话呢，只有一个五星就放弃了。好，放弃，都难缴。所以这个 bug 还蛮有趣的，就是可以多刷那么多次。放弃，不过都没有刷到想要的了。像前面还有刷到3只五星。好，这个放弃，这个1只五星而已。这个1只五星，放弃。虎克船长怎么都一直虎克船长啊？哦，好像有2只。他们就像一群小鸡。哦，3只哎，3只可以保存一下，替换一下。狂徒加盾，一直说狂徒加盾，我靠、啊！好，快刷一下。我们来玩1、2、3石头。这一次有这个哎、欸，女仆苏菲，哎、欸、T0神角、欸，哎、欸、存一下，存一下，存在这个好，第一个好，替换掉。毒果巫婆，只有一只而已。虎克船长，
俊杰阿里。看一下，哦，三只哎，哎，可以存一下。替换一下。好，那旭哥最后就领这个女仆苏菲好了，这个 T0 神奶领起来。这只 T0 神奶有这个群聊复活很好用的神奶，神级奶吗？哇，这次又再赚两只哎。等于是说，旭哥一开局就抽了400抽，拿到7只五星了，超爽。好，那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最新最全的礼包码，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点进来之后呢，我们点画面右下角的这个游戏设定，接下来点这个画面左下角这个序列号，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好，那我们就来输入这个 NIKKI。666 NIKKI666按领取 VIP666按领取，这可以拿到这个10万金币啊，四星伙伴碎片还有进阶石。那接下来是这个大写的 VIP， 然后888 VIP888 按领取，这有这个两个召唤金石，就是转蛋券，然后10万金币，还有两个探索券。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Alice666 啊，领取，这有5个转蛋券，哎，不错，还有3个竞技币，还有这个探索券。再来是大写的 Queen， 大写 Queen， 然后666 Queen666啊，领取这个10万金币，然后伙伴碎片，还有这个进阶石。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Apple666。领取，那这个有进阶时伙伴经验，还有这个10万金币。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BLACK666 按领取，这个有50个进阶时，然后再伙伴经验，还有这个10万金币。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CINDY666 按领取，这个有2个转蛋券，然后10万金币，还有探索券。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ELSA666 按领取。这个10万金币，然后伙伴碎片，还有进阶石。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KING666 按领取，这个有2个转蛋券，然后10万金币，还有2个探索券。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MIRROR666 按领取，这个3个竞技币，还有这个伙伴经验以及这个10万金币。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PRINCE666 按领取。这个有3个竞技币，5万经验值，还有10万的金币。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SNOW666 啊，领取这个3个竞技币，伙伴经验，还有10万这个金币。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HALLOWENSX 啊，领取这个有自然符文，然后10个转蛋券，哎，不错，还有这个材料自选。哦，这个不错哦，这个不错，好，这个一定要领起来。好，那接下来是这个5AF6Q7按领取，这个100钻，2个转蛋券，再加上这个60个符文精华。好，那接下来是9FV86Y 按领取，这个有10个圣物圣辉啊，灵物圣辉，然后50个进阶石，还有这个50000的经验值。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DISCORDDQ 按领取，这个许愿币，然后初级装备经验，还有10万的金币。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WD7AAR 按领取，这个有5个转蛋券，然后2个幸运券，还有材料自选，哎，这个也不错，这个爽爽领起来。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MJPC888 按领取，这个有这个铸币，然后呢万能这个高能金石，还有进阶石。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BFMXUW